京剧它是口传心授的方式，所以你没有什么书可以去看说现在这个要怎么样，有一些什么口诀 ，no， 完全没有。唱还可以，就是尽量的唱到跟老师一模一样，但是做，我就算是看录的影片，老师还是要调整我的手的距离或者什么的，因为京剧非常的讲究，就是你的手放在这边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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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，全部都是不一样的。交下来，上秀。女生他们会是这种，你知道，就是有一个直角的这种，可是女生就不行是这个样子，她得要是圆形的，手莲花指是圆的，一切都要圆形的，因为这样才美，才符合女生应该有的柔软的形态这样子。然后还有京剧眼神非常重要，下非常多的功夫，用蜡烛来雕，就为了雕出她的眼神有没有办法，让观众明确的知道她的喜怒哀乐。学成一道，拿去开呀！好。我在茶几里面要唱三出戏，他又不是那种小戏班子的小演员，他是角儿这样子，所以说你得要 hold 住，人家都是十年、二十年的功夫。京剧名伶这件事情非常的吸引我，但也是很珍惨我，就是一个。美梦成真跟被他整死的一个综合这样子。